这个蛮是不是养殖的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这个蛮好强哦，好强好强。那么细骨的肉都在这儿。阿基斯，你有什么鱼是不会处理的？美人鱼，美人。气势鳗鱼，这边有准备的鹅肝酱。啊，对，鹅肝酱配鳗鱼。酒，不要酒啊，不要酒，酒不好。各位数九万就没有啦。阿内，一楼对，一楼，一楼，一楼。你刚才炸的那个鱼骨是会熬汤，对不对？熬汤，哇，这么多，还有嘞，啊，还这么多，好像牛奶哦，好夸张哦，哎呦，哦，阿基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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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阿基斯，好厉害，洗更好，洗更好。您现在收看的是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看谁最幸福。晚上好，接下来看看呢，到底是你幸福还是我幸福？今天要分组了，是不是？楚河汉界。哎呦，你有你的男人，我有我的女人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男人今天很厉害。他为什么很厉害？因为他高。他姓高吧？啊，对，因为他姓高。我的女人很厉害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她会煮粥。因为她姓周吧？她姓周。欢迎周嘉丽哥哥的，欢迎。谁最幸福的？哎，我来讲，我得做假愁。安诺，这两个最幸福了。哦，为什么？怎么讲啊？阿基斯跟那个，对不对？詹姆斯啊，都煮好料理给你们吃啊。你还不幸福？不幸福你会这样吗？在打空哦。你以为你有白长吗？你以为我长你有闲着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才一点点啊。啊，才一点，才一点点的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是分开来，他一锅，我们一锅，我们两个一锅。哎，今天他们一锅，我们一锅。今天呢，我们在分组拿加菜金。这个好，我女儿再来读大学，大二哈要这个哈，你知道爱住钱。我女儿要补习费啊，一个来一学费，一个来一补习费。我们今天是来这边请问一下，我有长得像，我有长得像里长吗？你来当里长，有缺也跑到这边来要，真奇怪了。我们两个要学费。马上为各位进行五星级料理秀喽。哎，这下嘞，没错，是个好东西。去哪里？这是鳗鱼。泥鳅。这是泥鳅吗？来，我也惊呢。好了，目前呢，来啦。目前呢，全世界养殖的泥鳅啊，大概有18种。嗯，我都讲泥鳅了，你可以过来了吗？泥鳅跟鳗鱼不是都一样？这不一样，怎么一样？好，好，18种。有18种，而台湾目前所养殖的大概呢，分为呢日本鳗、美洲鳗跟欧洲鳗，以这三种为主。啊。营养成分该你介绍了，来。营养成分呢，有鱼油跟胶原蛋白，然后胶原蛋白跟鱼油啊，对人体非常好，可以降低血压，修补身体的组织。哎，我退步，我无法再退步，你不要再过来了。然后啊，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。来，阿基斯啊，阿基斯好。来，这个蛮是不是养殖的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他突然间回光返照。阿基斯，你不要紧张，我没讲，你被阿基斯干掉了，阿基斯比你幽默多。这个蛮好强哦，好强好强！哎呦，嗯，好，阿基斯，今天做菜的这个菜名叫什么？哦，蒜泥水晶蒸鳗片，很容易做的。蒜泥水晶蒸鳗片啊，对对对，哎，怎么做？好，首先我先把鳗鱼肉呢给它剔出来，啊，剔的时候呢就拿个刀子啊，在背部这边划开。它的刺也多啊。不会，我们今天的这种做法呢。不会有任何刺多的问题。哇，好，那对，那其实这种动作卸下来以后呢，我们拿鳗鱼骨去炸过了以后呢，熬汤，然后拿它的鳗鱼汤汁呢，我们放到这个蒜头里头来，那么拿去打浆。它没什
怎么写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那么就这样。应该有很多血吗？啊，你这样削到的都是骨头啊？都是骨头，那么细骨的肉都在这儿。阿基斯，你有什么鱼是不会处理的？啊？有没有什么鱼你是真的不会处理的？美人鱼。美人鱼。哦。还有一种鱼吧。还有什么鱼？木鱼吧。阿基斯，你怎么跟晨晨在一起久了，好像都讲逗趣的话啊？逗趣啊？逗趣的话。逗趣的话，阿基斯变俏皮了。阿基斯其实相当幽默的一个人。真的。阿基斯在江湖上走掉这么久了，对不对？什么场面没见过啊？好，那现在呢？整个剥干净了以后啊。哎，这是一般我们在吃的鳗鱼饭的时候切法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是这个规定啊，对吧？对，那现在来切的时候呢，手摸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细骨头了，对，哦，没有，刚刚整个通通跑到这里来了，啊，通通跑到这里来，那么就切蝴蝶刀。蝴蝶刀。蝴蝶刀的时候，这里面的肉呢就会整个把它带开了。啊，鱼片这样削啊？对。我一看到这样的一个鳗片，我就想到这个鳗，那个什么，我们那种烤鳗鱼的鳗鱼饭有没有？蒲烧鳗啊。蒲烧鳗啊，哎呀。哦，这个做蒲烧鳗那个鳗鱼就不好吃了。哦，不是这个鳗吗？是这个鳗，但是体型过大，烧老了已经。做蒲烧鳗的话，这种肉不 OK 了，还是偏硬。嗯。你看你的蒲烧鳗那个肉多软 Q 啊。软。哦，要再小一点。对，要再小一点。要再年轻一点。对，而且那个还特别贵哦。哦。哎，这个大的还便宜嘞。你刚才炸的那个鱼骨是为了熬汤，对不对？熬汤。那我们待会再回来喽。好，来往隔壁走，这边请溜。大家，高群大哥好。哎哎，大家好。鳗鱼，今天你带来的菜，我相信应该很日本吧？西式吧，西式偏日式吧。叫做cheese 鳗鱼。cheese 鳗鱼。对。怎么会是 cheese？ 为什么叫做 cheese？ 因为鳗鱼其实它跟 cheese 非常非常搭。哦。尤其是你去吃这个鳗鱼的寿司啦，或是鳗鱼的盖饭啦，其实里面放一点 cheese 是非常好。有这种事啊？那我今天会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把西方的元素放进来。我这边有准备了鹅肝酱。啊。鹅肝酱配鳗鱼。对，鹅肝酱上面那个是蘑菇酱，它等于是鹅肝的蘑菇酱。哦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技法叫做白蒸。白蒸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加，直接把鳗鱼放进来蒸。好，那这个步骤你刚刚闻到这个味道会觉得有点有趣的是，它其实它的土味是在这个地方挥发掉的。哦，对。哦，这鳗鱼都在用啊，不加这个哦，都用。有啊。那其实在日本哦，我们在做鳗鱼料理或是泥鳅料理，只要土味有点重，一般日本都会放萝卜。哦，你萝卜它不是把那个土腥味去掉，它是让这个土腥味共存。你吃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土腥味让你不舒服。哦，共存。对对对。日本人也吃泥鳅哦。我日本吃，他们很喜欢吃哦。不错，哇，这个超好吃的炸牛排，这个日本料理常吃哈，好假好假。我现在这个炸完之后，把它拿起来，先放一下，把它油脂拿掉。这个是最后沥油，对，沥完油之后呢？沥完油之后，我开始要来把鳗鱼用红烧的方法把它红烧起来。红烧的做法，对，好。那我待会再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的作家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看到鳗鱼好高兴呢，对不起。来啊，吉士。是。那我现在刚刚切完薄片以后呢，我这边每一个都稍微用个刀子剁一下啊，因为你是不要让它卷曲的，不是不让它卷曲，让它一些精皮的部分来，你先摸摸看，重度内哦，哎对，哇好 Q， 重度内哦，怎么会这么有啊？短背嘛，短背啊，啊没关系，处理了这个动作以后呢，就好像我们炸猪排透过机械化的动作，它就会软下来，可以。好，那现在呢？这边是整个鳗鱼汤骨头，来我来打浆啊，来枪啊，这哎连接的是右边啊，今天蛮爱右边。对，那我这边有一点点冷汤，加进来比较不会危险呐。好了，这个扒了以后，丢。小力扒，小力扒，不要紧。可以加速，继续加速，久一点。哦，改变了加气。哦，来。哎呦，你有加酒？一点点。香吗？有一点点酒。香油。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些渣渣嘞，刚刚那么多骨头滤掉以后，只剩下这么一点点。哦，那再让你卖低啊，吼哈。啊，这么多。还有嘞。啊，还有这么多。好像牛奶哦，好夸张。哎哎哎，阿
哎呦，哦，上去上去上去，我们来打这个蒜泥酱。哦，啊，跟这个鱼汤一起哦。我的妈呀！精华。哦，我鼻子通了。我闻到味道了，好香哎！就赞你啦，亲哥，来先试试，应该算试试的时间到了，对不对？吃牛蒡丝吗？试试牛蒡丝，不是鹅肝。怎么可能？蘑菇鹅肝酱，金马伯。詹姆斯，你今天有生病吗？怎么会让我们吃鹅肝酱？天天你刚。给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些渣渣嘞，刚刚那么多骨头滤掉以后只剩下这么一点点，哦，那接下来麦迪啊，吼，啊，这么多，还有嘞，啊，还这么多，好像牛奶啊，好夸张啊，哎哎哎，哎呦，哦，拿去拿去拿去，哇，这是，哦，哎，我这是金人，你会演呢，哎呦，好厉害，水更好，水更好，哎，不然是进来了，我这金人龙标金。来，你准备啊！我再进，我再进，来是起头栽了。太好了，好来，各位，这个汤，精力汤，哦，算不算？算。答对就来喝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，请出题。鳗鱼离开水面一段时间，不会马上死掉，那是因为鳗鱼有何特异功能 ？A. 憋气可以长达三天。B. 它的皮肤也能够呼吸。A 或 B， 哦，你脚看到哎，很细啊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哦，对，你是你们一国，你们一国，我们一国的啦，你是你是杨家，那么你姓牛啊，一年哈，你姓牛，姓牛嘛，不一定丢啊，太牛了，哦，那么牛哈，剪刀石头布，哦，来，我是感觉是 B。皮肤能呼吸这个事情很奇妙，他皮肤有很多咻咻的，他怎么呼吸？皮肤皮肤能散热，皮肤为什么不能呼吸？水吗？对呀，那个咻咻都盖着它，盖着它，哎，拿很多咻咻的东西盖着你鼻孔，你怎么呼吸？哎呀，你鼻涕都塞住，你怎么呼吸？哎，起码一个跟人讲啊，你怎么呼吸？皮肤有毛细孔啊，哦，那么皮肤有毛细孔，塞啊，按那咻咻的要盖住，你怎么呼吸？哎妹，哎。憋三天不太可能，不太可能啊，因为我看他起来的时候就一直好像在呼吸的那感觉，那个皮有在动啊，应该是皮肤也能呼吸，感觉上。但他每天也一个人，你是一波刚堆的吼，一起来乱的，你听我，嘿啊。B 答案是 B。是。被陷害到，哎，我有住大溪地，你没有，你不懂。为什么是 B？ 好，鳗鱼的身体表面呢，它经常会分泌黏液，那么这一层的黏液组织呢，具有保护的作用，除了预防被细菌入侵以外，因为鳗鱼的皮肤它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氧气，所以鳗鱼离开水面以后呢，只要身体表面的黏液不干掉，就能够保持一段的时间不会死亡。正确答案是 B。来，听听管家，去关门。好呀。来，进去，关不完你陪。好，看看龙底家。张群，家里精华都在这里。家里你刚刚你要听。你把你，家里你无创啥人吼？我莫睇我二十岁，你买迄个小东西啊？卖卵啦。好。好啉吗？哎呦。对不对？哎，你老是吹红啊！你整个罐，那个雾化效果特别好。你啊啊啊！无菜啊，无男朋友，我这你要听我。我可是它没有调味，它有味道吗？我真的什么味道都没加，不会，但很好喝。只有加高，只有加点酒而已。对，很好喝，对，只有加了一点点的酒，一点土腥味都没有，香香的，口感像杏仁茶。嗯，茶，哎，迷啊迷嫩啊嫩，绵软绵软，杏仁，绵软绵软的口感，是个有口感的。我没有吃你，让我闻一下，看看是什么味道。哦。哎，皮都更干了。卖了镜头，太夸张了，你搞骗子。哎，应该别卖你黑的皮吼，别卖，最过瘾的，最过瘾的是啊，因为我们两队啊，我们在拼加赛金的。哎，啊，拼加赛金，我们要都赢的话就厉害了。来，好，你选一个。我女儿第一次看我露营，来，女儿。哎，还不错啊，也可以，拜拜哦。先把小的抽掉，对，各位，你后面留大的啊，是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
哦哟，恭喜我们现在有四块了，谢谢。四块，你们赢我们四块钱，太四块钱了。恭喜我们现在有四块了，对，有了有了。大哥，回去忙，好，可以走，来，可以走。好，再继续，来，好，继续哈。那现在我们来打这个蒜泥酱。哦，啊，跟这个鱼汤一起哦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哎，这个叫我全，这个叫我全部喝掉，我会喝，因为我觉得蛮好喝的，真的，我会喝。谁受得了？好，好浓。那这个进来以后呢？三分之一的蚝油，加蒜头，加蒜泥，对，蚝油。那么一点点的酱油，少量。好，那么味淋。两大匙，这种味淋，味淋，好，阿哥肯来卤泡，哦，阿哥，哎，拍塞帕，喂，哎，他都阿哥也别挂说，我在，他都阿肯了肯卤泡，好，来加速他胖嘞，胖而已，哇，这个厉害。过来，那个扁出来，扁出来，好奇哦，应该不错，在这里，对，整个倒出来，整个倒出来，香，哦，精华，哦，我鼻子通了，我闻到味道了，好香哎，就像你啦，亲哥，好蒜呐。然后我闻到味道了，因为我有刚才的味道层叠上来，我觉得这个太精彩了。真的，好，那我现在把粉丝了，小滚一下。这个鳗鱼酱太精彩了，对，完全一点浪费都没有。没有没有，完全是吃原味的。对对对，好，待会要回来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哇，三小时来，我们来先试，应该算试吃的时间到了，对吧？吃牛蒡丝吗？试吃牛蒡丝，不是鹅肝。蘑菇鹅肝酱，金马伯，詹姆士，你今天有生病吗？怎么会让我们吃鹅肝酱？没有啦，刚刚已经蒸过了，对，再煎还有这么多油啊？对对对，因为鳗鱼本身它的胶原蛋白很多。对对，那我刷刚那个汤怎么回事？哇，漂亮，加水耶，水。你要蒸它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要蒸它对，然后一点点胡椒粉，麻烦二叔哈，搞我捏捏的，拌匀腌一下味道。赶紧捏捏的，来加加加加，没有看过有人在卖鳗鱼的生鱼片，说谁人有喝，龙虾的谁喝啊？就是要卖你的谁没有人喝啊？真的好不好？有毒。毒毒毒，你好毒！哎，不，就你气泡哎。接着什么呀？哎呀，既然猜题猜到会唱歌，就具有高度营养价值的鳗鱼，为何不能做成生鱼片来吃？令你意想不到的解答，待会儿马上告诉你。我们来先试试，应该算试吃的时间到了，对吧？吃牛蒡丝吗？试吃牛蒡丝，不是鹅肝。怎么可能？蘑菇鹅肝酱，金马伯，詹姆士。你今天有生病吗？怎么会让我们吃鹅肝酱？没有啦，吃那个我只是切一下而已啦。真的假的啦？一大块。它的蘑菇是单纯的蘑菇吗？还有一点肉酱在里面。啊，我要吃这个。来，就站住。来，准备。请出题。来，如果一条河里鳗鱼数量很多，会发生什么怪事 ？A. 公鳗吃小鳗 ，B. 母鳗变公鳗。谁我宰？你宰哦。谁我宰啦？公鳗吃小鳗还是母鳗变公鳗？我猜。啊，你猜好。你刚输嘞。我七匹不干。准备，剪刀石头布。你讲，悄好，你讲。答案是 B。厉害。对。我记得我去过那个鳗鱼养殖场，他有说过这件事情。他也去鳗鱼养殖场啊？对，我也去过。不过我看他有公的跟母的有分开的。他是分开的。哎，好像是的。真的，我是听你煎出你的了。对，我是听说他会变性。我自己去过。你煎出你的了。你煎出你的逼啊！我管你。我的，你比较有福气了。哇，好了，五万了哦。好，你坚持你的 B 哦。我坚持我的 B。好，来，答案是，好，这个答案是 B。耶！你这个没有悬念呐。哦。
好了，鳗鱼的性别是后天环境决定的，它的性别原来是受环境的因子和密度的控制，当密度高食物不足的时候就会变成公鳗，反之成变成母鳗。哦，来请用。很多鱼都是这样。谢谢，本官巧调后期哈。嘿呢，这鹅肝酱呢？有，开心哦。啊，这是一个吃一点配，不，你也使，你也使个，不，你规定吃了。系啊。啊，不就试吃吗？好好好。不要太大口，要配比较好吃。这叫做这是它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高群，你是真的没吃饭，加油！你们两个这几天不是真的哦？有，蘑菇鹅肝酱，它的鹅肝是有那个肉酱的味道。对，我之前我冇吃过当时啊，吼，地瓜也冇吃过鹅肝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没吃过鹅肝呐？哎呀，这甜了。油啊，弄假送的啦，假送的，假新金新上的啦。哎，你说要假用？詹姆斯，我看过人家那个鹅肝酱也用那个面包，对对对，也可以嘛，也可以，没问题，也可以。哦，那就来选一个牌子，好。你揪了，你又是我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最靠近你，买好啊。到底搞？哎，先不要看哦，好好。这样，往那边贴。揪揪，不要揪，不要揪，揪好。9万就没有啦。阿内，一楼的，一楼，一。啊！来来，哇！你看门输啊，还有四块。哎，我压力三块嘞。哎，我压力这个小，我们不没有看那么小。我目前赢你3块呢。那你回去谋盈利。好，收各厨收盘子。盘子上，哎，要起锅了，还没，这是我们煎的哦，碎哦，那我没有加任何的油脂，这个都是鳗鱼本身的油脂。你这样子还，你刚刚已经蒸过了，对，再煎还有这么多油啊？对对对，因为鳗鱼本身它的胶原蛋白很多。对，那我知道刚那个汤怎么回事，就它的油打出来。哦，原来。现在把它翻面翻过来。哦，那怎么回事？哇，加碎耶。哦，那我们这边是调好的酱汁哦，3:2:1，然后这个是酱汁，这是姜泥，酱油、味淋、清酒，对，这是姜泥。3:2:1之后，再带一汤匙的姜泥，对，然后我们大概放大概三汤匙的水，为什么要三汤匙的水？因为这样味道太重，因为我们要下去让它入味。那为什么不放4汤匙？3汤匙差不多，因为我不能太多水。我刚刚用了盘子把它压下来。是。然后重点一个是，一开始我们在蒸的时候，它的形状有点凹凸不平。是。那我希望它是平的造型。压好了。对，我把它压好了。那另外一个就是，借由压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把里面的水分，因为受热的时候，它水分开始往外冒。是。它现在是比较干的状态。是。所以我现在用酱汁去煨它，我要把它再煨进去，这样比较容易入味。补它的水分跟味道。对。哦，完了，解开眼睛闭了。对对对。走，我们走。好了，那现在请二厨帮我一个忙哈。这个是刚刚打的这个鳗鱼膏蒜泥酱啊。这绝对可怕。你要蒸它对不对？等一下。要蒸它，对。然后一点点胡椒粉，那么一点点香油，麻烦二厨哈。搞我捏捏的拌匀，腌一下味道。搞你捏捏的。哎，加。我叫我自己捏捏。那这个刚才和了什么？这个刚刚就是鳗鱼汤跟那个蒜泥酱，这个汁去煮出来的。哇！哇，我这边都皮的汤厉害了。哇，好香哎！哎呦，哇！我看到准备，请出题，题目是：鳗鱼营养又好吃，但是却没有看过有人在卖鳗鱼的生鱼片，主要是因为。A. 鳗鱼的血有毒，吃了会死翘翘。B. 鳗鱼的黏膜呢会粘在喉咙不舒服。来了，好，感谢大哥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哇，哎，真的，哎，对呀，哎，我女儿的学费在这里啊，你这个搞个慎重哎哦，慎重，你猜拳猜出来慎重，我那不是还不是利，我头一摆赢嘞。如果刚才是我们赢的话，哎，我们起码有14块了。怎么样？14块？你觉得是血有毒还是黏膜不舒服？啊？啊，蛤蟆在田里哈。我这里有朋友啊。我觉得好像是。应该是二，
真的。没有 B 啦 B 啦 B 啦，应该是 B。选项有看到二的吗 ？B 啦。B 吧哈。A 啦。你为什么觉得是二？哎，你讲公平，没有，我觉得那个喉咙吃到那个黏黏的感觉到不是很舒服。不会的，看你老了。对呀、啊，比较容易滑下去。哎、啊，你两个卖过来参加我的顶流。好啦，别做朋友啦。感觉上一样，好像没有听过鳗鱼的血有毒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没有听过、啊。没有人在喝鳗鱼的血，你看鳗鱼的血，哎，听起来呀，你毕业回来嘛，那你哦。龙虾，我说谁人家喝龙虾的谁喝啊？嗯，就是要卖你的谁没有人喝啊？真的好不好？有毒，毒毒毒，你好毒！哎，不不，你气泡哎。接着怎么样？听话，微博不听了。恭喜大哥，你会唱张学友的歌哎。你看卖鱼，血有毒。哎，哦，卖鱼血有毒。怎么样？哎，哪个？感觉上。二啊，答案是鳗鱼好料即将完成，二叔高群却傻傻分不清楚。李掌波，喂，哦，那个我家那个水哦又没有了，水没有了，真的。那等一下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了。啊，没啦，啊你帮我啊，到沙冈呢。好啊，妈。啊，爹冲啥啦？进来啦。我咧用这是什么菇？这是啥？节瓜。啊，还有那个。香瓜了，节瓜了，我还西瓜嘞，香瓜。这需要卖你的水，没有人喝啊，真的，我不有毒。毒毒毒，你好毒！哎，不，不，你气泡哎。接着怎么样？天话微博不听了。恭喜大哥，你会唱张学友的歌。那个是鳗鱼，血有毒。哎，哦，鳗鱼血有毒。怎么样？哎，哪一个？感觉上。二。答案是。恭喜答错了。吃了你又去猜二来，对呀。日本菜经常使用鳗鱼，但是一般都不会做刺身，尤其是生食。这是由于鳗鱼血液当中有毒性的蛋白，必须加过透过加热煮熟，才能够分解。正确答案是 A。哎，没有就想到说那个黏膜可以洗掉了。对呀，我感觉你们挺外围哈。谢谢陈哥，谢谢大丽姐，谢谢你们哈。我一定给你啊啦，放心啦，我那个在后边的啦。哦，不习惯。哎呦。你们就想象一下那个酱，可是因为你们不知道，刚才我们喝那个汤的纯粹，你想象那个汤，刚才那个汤，哦，有，那个猪都在里面了，猪，哦，里面有猪哦，你刚是切的要低调，那猪在里面，很夹吧，哦，真正，在里面，好的啦，进来，我你收啦，来，我来抽一个，你抽一个，二，就上面就好，九。啊，上面这个就好。你九，你也比九，九二九九九。哇，还好，也还可以的，也还可以的，也可以。这中中啊了，哎呀，中中也不错啦，哎呀，不错了，不错了。好。这个粉丝好好吃哦。你刚才那个粉丝用这个酱的。对，然后还带一点鳗鱼汤。其实还是可以喝到一点点那个鳗鱼的鲜味，可是蒜味却又一直顶上来，就觉得整个好香。好，那现在去蒸它的时候，鳗鱼汤呢，水分会跑到下面的粉丝里头来，那么再加上一点点我们广东式蒸鱼的伎俩呢，用葱花跟香菜末撒在上头，呛麻油就可以了。待会见。啊，待不是。我们现在开始一层一层把它堆进来哦。哇，好奢侈哦，满满的鹅肝耶。对，待会在吃的时候每一口都会有干酱的味道，也会有鳗鱼的味道。哎，李掌波，喂，
那个我家那个水哦又没有了，水没有了。对呢，那等一下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了。啊，没啦，阿杰帮我啊，倒沙缸呢。好啊，好啊，没问题啊。阿杰，啊，阿杰冲啥啦？进来啦。我咧用这是什么菇？这是啥？茄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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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，还有那个香瓜。茄瓜啦，我西瓜嘞，香瓜，茄瓜，茄瓜，茄瓜，哦，哎呀，其实我稍微大一点。你刚在这里考证，然后里长哦。好，哎，我并轨啊。你这茄瓜到底干嘛用的？这到底是夹在里面，增加口感。哦，夹在里面。对，你现在等于准备要做最后组装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已经在组装了。你的这个。水洗的起司，等一下是要放在铺上面，先铺这一层，也是铺满满，铺这一层，对对对，这层铺满之后，上面就是要放这个了，对，放鳗鱼了，对对对，还要再放一层竹笋泥上去了，我还要再放一层，对，可以啊，你可以过去阿吉斯那边看啊，那我们大家回来喽，好，可以啊，来，对不起，来，阿吉斯，哇，好香啊。我怎么会 Q？ 难怪你刚才要这样开下多的那个，还是会 Q 哎，还是会 Q。嗯。哇，哦，葱现在才放。那现在香菜、葱花，嗯，他用香油去葱花。哇，哇，那些汤汁。要用香油了。对。好，这道还没看过哎。哇，好香哦。再淋一点油。嗯，哇，声音真棒！好，来，这个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漂亮，蒜泥水晶蒸鳗片，漂亮，完成。好了，看詹姆斯最后的组装来，这边请。现在最重要的鳗鱼要放上去了，真的好像一定要是皮，好像一定要皮这边，哦，是。哇，好细哦！哎呦，方便取用吗？现在倒数十秒，久违的鳗鱼料理，五星级主食材鳗鱼，在《型男大主厨》播出五年来，终于重新搬上料理台。非常谢谢我们的台湾的鳗鱼养殖业啊，加油好不好？嗯，量好又直筋的鳗鱼。是。时间到。精彩，精彩，特别精彩。嗯，我们先吃这个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阿吉斯，蒜泥水晶蒸鳗片，来，请出题。哎，题目是：鳗鱼为了要传宗接代，它会采取什么激烈的手段 ？A. 黏膜变得很黏，交缠黏住异性。B. 专心交配，绝食不吃。连消化器官都会退化掉 ，A 或 B。没想到鳗鱼为了传宗接代，手段会如此激烈，究竟是交缠异性，还是器官退化嘞？你们今天284就够了，剩下该我。我再抽，我再答对的话，我们就去上万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日本关东地区在料理鳗鱼时，一定只能从背部将鳗鱼剖开，这是因为 A 天皇爱吃鳗鱼肚 ，B 武士聚集在关东切腹啊是大忌。哦，没有输过哎，就像我们赌博的人打牌人不能出虾子一样啊。鳗鱼为了要传宗接代，他会采取什么激烈的手段 ？A 黏膜变得很黏。
交缠黏住异性 ；B 专心交配，绝食不吃，连消化器官都会退化掉 ；A 或 B。哦，谢大姐。这就难吗？好厉害，哇！气体下拜。剪刀石头布。我就是这样猜对，你不会顶丢，他不一定对了。哎呦，他一定是。B 答案是。看。B 是，恭喜了。没错。我还搞不清楚，我有听过。没有。因为这种题目，他当下这样出的时候，已经看出有端倪了。嗯有对他们的了解。对，我们专心交配，而且消化器官会退化，这个东西才惊人。是。来，请说明。好的，鳗鱼的产卵期呢，大约是在春夏两季，孵化期约在产卵之后的十天以内。鳗鱼在降河时期就开始绝食，不再索饵，因此消化器官也会退化。正确答案是 B。 真心哦。对啊，而且请注意哦，我们这是成品题，一次抽两个。我忘记了，到目前为止4块51块可以看吗？笑死了。就是啊，你买一本书都不够哎。等一下，你最好摆的时候抽到零哦，就不要看是谁笑谁喽。呸呸呸！那敢稳。哎呦，我刚刚有吃到，我能体会你们刚刚说的冬魂呢。哎，好吃呢，冬魂蒜味很香。你们都吃完那个汤给我喝。哎呦。吃就不会讲话了，不要再不要讲了。哦，是哦，讲话来啊！买些短腿啊，直接你看谢谢。好讲哎，真的好吃哎！哎呦，鳗鱼啊，我好奇鳗鱼会不会很那个？我跟你讲，阿弟在讲他另外还蛮 Q 呢。可以的。Q 哦。鳗鱼现在细丝可以吃吗？可以吃。你快，你快！詹姆斯饿了哈，你看，就腰。三个康康嘞，哎呦，哦，这个鳗鱼跟我以前所接触到的鳗鱼其实截然不同，因为它是属于还是皮的部分跟肉的部分还是有咬劲，你可以吃到鱼皮的弹性，这跟一般我们在日本料理店吃到的，不管你是握寿司也好啦，或是的这个蒲烧鳗也好。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。那因为这样的口感，反而它呈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，冬粉质感非常柔软，鳗鱼吃下去很 Q 软，所以冬粉感觉上好像变成鳗鱼的酱汁一样。所以你在吃下的时候，那鳗鱼嘴巴里面就不会无聊，因为它从头到尾一直在咬。在冬粉很大一坨嘛，所以你吃到后来是整个在嘴巴里一起结束掉，好吃，你也感好优美。闻到了，你抽一个，我抽一个。先抽一张，我抽一个。你要抽十位，我抽百位，好不好？你抽十位，好，你抽一张，好来，你先抽，你抽十位。麦克熊鼻也有零，有零啊，那给你能抽到零好了，熊鼻，零最好啊，零最好了，啊，真的好啊，你八在摆的不是很好吗？哇塞，哦对了，他后面接下来。你呢？我再抽到九，我就会气到零 zero zero 零，抽到九了，九好了，零哪，九要留给我们的，啊对哦，我们就九七，不会九零九九，哦，还好啦，可以的，还好，刚好可以的，142一个人，刚刚好，二八是这个公车去哪里的？公车好了，差不多啦。还有一题啊。你们今天284就够了，剩下该我。我们再答对的话，我们今天上万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Cheese 鳗鱼，请出题。认真。日本关东地区在料理鳗鱼时，一定只能从背部将鳗鱼剖开，这是因为 ：A. 天皇爱吃鳗鱼肚，为了鱼肚完整，只能开背 ；B. 武士聚集在关东，切腹啊是大忌。哦，我没有听过哎，哇，这题都一样。天皇爱吃鳗鱼肚，还是武士聚集在关东？切腹。哦，小姐，切腹怎么样？看谁？你跟他，你要来吗？我看佳丽好了。我刚刚说，问题是我不懂啊。我要进了。杨迪，我不懂。你终于赢了，高兴死我了。我很背啊，我最近打牌都输。该我们了。好，我觉得啦是 B。有道理，我觉得是 B。为什么？对，
为什么？你这样就像我们赌博的人打牌人不能吃虾子一样啊，哦，家里黑黑啊，对吧？开飞机的不能吃醉鸡啊，对吧？啊，三个人都这么好一样，我觉得是切腹，武术他们在切腹，这个是大忌。B 啊，我也觉得是 B， 因为鳗鱼肚我觉得还好像还好，对对，鳗鱼肚没有那么重要。是 B 切腹是大忌。答案是，好，这答案是 B。应该是 B 的，来说明。来，在日本，蒲鳗烧分为关东跟关西两种不同的切法以及口味。关东的江户是武士聚集的城市，切腹是武士的禁忌，所以鳗鱼要从背部跑，而关西则是像一般鲨鱼一样从腹部开始切。啊，人家 KC 啊，周嘉丽，人家哇 ，KC， 我来猜。谢谢，咬一口吃啊！哦，这个那个一口吃好，上面的牛棚自己拿好啊，牛棒再接上。哎，我再吃块牛棒。啊，周嘉丽。我的妈！周嘉丽。啊，就跟你讲，最近拍牌拢输掉去。你无讲好不？干嘛这样？哦。哎，你看那个吃到那个嘴，你好不好？灵活神哦，吃到这个样子，好吃哎！好吃，它好多层，然后每一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那个口感。对对对，跟那个味道。嗯，鹅肝跟节瓜两个互搭的时候，对整个烤鳗鱼出来呈现的效果，它是有层次在堆叠的。好，那么当你在吃到这个鳗鱼的时候，你的嘴巴里面不会因为我单一吃鳗鱼，觉得很单调。那么詹姆士他这些所有的 sauce 整个结合，它是六味一体啊。那这样子在吃的时候，其实一个人可以吃掉一盘的。嗯啊，今天让我刚夹到几包。嗯，因为这里面呢，没有任何让你感觉吃起来很腻的那种负面的香味，对吧？今天的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就使。阿你无公平啊！两位冷静，两位冷静，不客气，难得嘛。游戏本身的精神要遵守。哦，是。没有，我是端起来看而已啊。请抽牌子。哎，来，你先抽，你先抽。好，我先抽一张喽。先留给我抽。好，现在还有30。你们就抽七。你们先抽三啦，351，然后再抽零，那就很好笑。来，那不。你是抽十五？拜托你不要抽到九，拜托你不要。百位哈，不会，确定哈，零可以了哈。哎，不要了，至少也来个三。零也 OK 啦，没关系啦。嘿。Yes！ 还有一个位置啊，没关系。这下有可能是7000多、3000多，来，跟9000多。好，哎，379，哎，好，哎，不错，哎，379嘛，九还有六，不要九留到万的时候再来抽。哎呀。379 9763哦，对，哎呦，四个数字，对，抽出四张牌，抽到三就尴尬喽，最少可能呐，请再抽，都是九，拜托，九留到万的时候来抽也可以啊，好，小乔加油，第一次有这么多哎，加油，二，加油，耶，可以。7000，我们本来70000多，我们拿来。不要紧啊，有就好啦。哎呀，今天呢，我们的奖金数7051对上284，恭喜球队获胜。来颁奖。耶！大红包一个。回去他就是班长。他就是班长。恭喜啊！恭喜你们啊！加油！恭喜！哦，对。现在我相信呢，最大的赢家没有想到是你啊！哎，这可能老天爷有在眷顾你，当初当里长够辛苦啊！老天有眼啊，听得左听得左了。我刚才明察秋毫了，老天有眼。希望你们两位下次再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两位主持人，谢谢两位主持人，谢谢。大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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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全国观众朋友像金福老，天天都健康又幸福。晚安，再见，拜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主厨夏雨乔生日惊喜，好多可以用这里。是，因为我前两天才最想去买，就没出门，结果你居然买了呢。你看到这张牌子又出现，不要。
没有了。OK 了，白酒蛤蜊意大利面，